这一堆，请问是怎么官宣的？就去年前年，然后我俩去那个深圳，然后正好那天是怎么拍到，还是说怎么回事？那会儿刚复合的时候。去年是被拍的。对。然后我就发了个微博，刻在我心里的名字，我就发上去了。哎呀！我这汗毛啊！我这血氧都蹦出来了。哎呀！挺肉麻的。对。人家自己在搜嘛，我已经打开了微博，想搜一下我的文案。他怎么？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想好告诉大家就是要结婚生孩子，所以我还特意之前先去拍了一张这个红底的照片嘛。但是这个字儿我就忘了。你的眼光真好。啊哦哦，你记得？啊。哎，真的是这个。对，你搜眼光应该就能出事。但有个比文案好笑的故事，就是红色背景的那个嘛啊，然后呢，男方一般是比女方高的嘛，喂，然后嘞，然后呢，就你看啊，别说这种啊，你看这张对吧？你会看到，其实我是比他高的。对。那么，而且不是高一点点哦。怎么做到的？就是我们坐在那个很挤的那背影板之后呢，我塞了五个那个枕头。我基本上坐的时候呢是可能会，你懂吗？就是才刚刚好跟他这样子，然后他还要这样全程的这样子做。我说你不要挤我，我要倒了。揭开谜底了，五个枕头，五个枕头。你真的高呀。你真的会因为这个在意吗？他不会有吧。嗯，我感觉我从他小小的时候就认识他。小小的时候。一直很自信是不是？一直都那么自信。也成年了已经。没有，我那个怎么说呢，因为我那个算过啊，就是中国的那个男性平均身高，我是原来是在平均线以上的。没事，挺好的。理科男又来了。丹姐呢？嗯，我们两个是那个时候在一起讨论过，就是我们不想主动官宣。对，就想说什么时候被拍到什么时候再说，但是没有想到聊完没几天，我们就因为一张拥吻照再见到了，是吗？所以现在每次盘点我们都是用的那张照片。来，收一下，就是，你我也想看吻照啊。是不是这张？对。你们都不是那种就是小小的吻一个，是那种真的那样吻的哦。我们又不知道。姐，你看你笑得多开心啊！哎呀，你看他笑得多开心，毫不顾这个大爷的感受。这个吗？对，你看这个大爷在假装看不到。哎呦！这导致每次发我们的新闻都是这张照片，要命的，没法避开了。后来我们拍了一张，发了一张是黑白的，做的个素描版，就是主动官宣。哎呦！哇哦！然后我们这四对呢，都已经是既定事实了。但是其实莎莎和潇潇其实没有正式官宣的，是吗？应该这个节目算是你们完全全360度的呈现了。啊，对，后脑勺都有一个机器。就是其实有被拍到狗仔拍到一次，
有一次，媒体就到杭州的那个家，想要来拍我们，想要男朋友是谁，不知道他们是穿的什么衣服，就从早到晚，挺恐怖的。我打视频，跟他打视频的内容，他们都直接可以聚焦到这个镜头。哇！他们看我跟谁视频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哭，因为我爸爸是刚刚就跟我发消息说我的狗，因为他年纪大了，然后可能没有几天就要去世了，然后我就不行了，一下子就蹲在路边哭，然后打电话给他，然后狗仔就写新闻说，你看夏莎又失恋了。因为刚当时放大，因为你的大头是吗？对，一个大头就把那大。后来知道有人跟拍之后，我俩就伪装、我装成外卖小哥，他装成老太太。他给我买了老太太的衣服，就是那种很旧的，然后毛线帽那种，紫红色的老太太，头发全部包起来。最后有被拍吗？没有拍，因为这样就没有兴趣了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潇潇这次来确实有点紧张，在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也给了多少勇气，还是姐姐给了比较多的勇气，这个勇气是怎么来的？对，勇气全在她身上。对对，要我尽量，我可能我先有几个作品就可能还会就骂点还少一点。对，如果一文不白的就上来了，那不就会被很严重的说。但是后来其实他给我很大的勇气，说上这个节目其实没什么，只要互相是相爱的，其实没有杂念的，对，就不要在乎他人怎么说，尽量。特别好。潇潇，你在你们的关系里面，在你们的爱情里，你会有不自信的时候吗？有。穷，没钱，对，刚毕业大学生，怀揣梦想，兜里一文不值，好可爱。那你如何克服这个不自信呢？过两年就有钱了。哎呦，可以哦。当然，过两年多参加工作，然后攒一部分积蓄。然后买点五金，买点五金，五金是黄金啊，五金，结婚那个不是有五金吗？对。但我特别喜欢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那眼神特别坚定，很坚定，眼里有光。是的，一切都会有。像潇潇，其实他现在，刚毕业，虽然我们年龄也有跨度，那我不会轻视他的未来。我觉得一个少年，他只要有拼搏的一个劲儿，然后他自己是愿意上进的，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好。太可爱了。